You and I.这是我们的老大，你看吧。OK，好，我们这只要一定一个，这是我们老大，我们组装带小哥来。我一定你们的，这是咱们是什么西装造型设计师？你们俩鞋的不造型，一眼是一眼造型。你看，这是我搭配出来的。来下一个。你看这个绿色荧光绿，我们是一个组合。啊，对，也是这个组合。荧光绿吗？不是，这是荧光绿，这是为了凸显它的肤色。然后这个为什么是黑色和这个 K 呢？就是因为这要在黑色里面发光发亮啊。 然后他的袖子为什么是红色的呢？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你是保安吧？OK，我们公司需要保镖。来，你看，这组那个黑色的，这个就是相呼应的啊。你看这张脸，中间的那个老板不要紧，这张脸特别帅啊！你笑啊！ 这是我们的老板，我们的小胖。你是我想问一下，你造型的时间，想应聘这个职位吗？这是我们这个公司比较面向国际化，所以我们需要一些应聘。这就是国际化呀。当然，我们这个也叫老板，好的。那当然，对国际理解，首先的前提就是你会英语，英语不像那个黑板上面那个英语。来，保镖读一下。哇哇哇！保安真的好高级。 而且看他只穿的，我搭配的，来，我是他搭配的，你发一下，哎呦，这个，等一下，没有跟你讲话，OK，先这个，先这个发言，来，其实我想听一下你对时尚的理解是没什么理解，我对时尚的理解就是 OK， 我觉得非常的好，我觉得这个公司不太适合我们，这不是著名设计师吗？辛苦辛苦辛苦！来来来，等我一下，为什么？这里没有太小了，容不下咱。不是，先入局吧。好，先把我钱还了。是我们公司比较喜欢。你看，来站起来，特别凶，来你站起来了。你看他穿的和我穿的，然后现在听说话啊。哇，既然你不会说话，对他没办法，那谁会说话？就是。 哇，我不要钱，我要打人了！我就喜欢这种人。干得好！做我的保镖，来打我！别激动，别激动。我们的董事长跟我们的大股东也有话对你们说。OK， 来，咱们先坐下吧，好吧？那你们对我们公司就是薪水有什么要求？薪水一个月的，对。嗯，来你先说。一个月什么月的？ 差不多，我懂，你快写，其实可以，我觉得其实是合理的，当然合理。其实我们公司很大方的，我觉得你们提出这个数，我给你们加两个零，一百，加三个零，一千也可以，一个月一千可以，还有什么问题要问的吗？不是啊，因为我们是一个网络的公司。 哎，你看，要你们设计师，又是回来了，可以的。你看他，你看他，你们这店卖给小孩穿的爸爸的衣服出来，你他是不知道他上身是什么。董事长儿子啊，哈哈哈哈，我打的衣服造型不错，白色的衣服造型不错，你看那个头发，恭喜你，恭喜，关键杯子什么意思？恭喜恭喜，来到我们的大家庭，好，恭喜恭喜。